天中午我爸我妈弄了什么大乱炖白菜，然后再半个红薯，白菜、豆皮、菠菜、豆腐、鸡蛋，还有一点点粉条，还有西红柿，乱七八糟的大乱炖。这个红薯是烤的呀，在锅里面烤的，不是在火里面烤的。这鸡蛋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层次感相当丰富，反正一点都不难吃，我觉得也不是多好吃，反正不难吃，有硬的有软的，那个口感的层次非常丰富，这个切面烤的脆脆的，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呢？大概就是把这些菜稍微炒一下，然后添点水，然后煮。以前他们还喜欢放干辣椒，特别的辣。现在味道清淡了，挺不错的。还有一个什么蘑菇，Very delicious。 吃完饭打会毛线，我还是个新手，刚学会。对小学生来说可能有点幼稚，但对大学生来说刚刚好。这个棍子是我妈自己削的，那个线是从以前的衣服上面拆下来的。烤一个红薯。